枕头下的童话书，私自收藏的幸福。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？累了累了累了。是森林的小路，会不会遇到女巫？故事拉开序幕，星光拨开最神秘的雾，踮起脚尖旋转舞步，恍恍惚惚听谁在哭。谢谢，感谢回首歌，谢谢神仙哥，感谢大礼物支持。稍等一下，把音乐放小一点，然后欢迎大家没有点关注快点一下珍宝的关注，美少女美少女战士。先回首歌算六六 P 了，感谢谢谢神仙哥，谢小畅爷，谢谢绿水青山，谢谢感觉啊，欢迎我感觉，谢天虎，谢我光花送来灯牌，谢白二九，谢棒打仙城，谢我无资格，感谢他的心啊。晚上好的，晚上好。我想着以后可能给大家跳这种类型的舞比较少了，今天给大家跳个可爱的吧，好像很少在直播间跳可爱的舞蹈，一般都跳性感，因为我们就跳那个古典舞，活捉小可爱一个。少年的我倾诉什么装可爱，我不太在行。欢迎星星知我心，这个衣服好看吧？这个衣服特别好看。欢迎红哥哥，今天性感，今天不性感呀？今天卡了吗？我是卡了吗？天吗？是卡住了吗？欢迎空，欢迎九天。对，好像又卡了一下。我看要不要把头发扎一下？我的天吗？要不要把头发扎一下？扎一下好看不？扎一下，咱们扎一下头发咋样？扎一下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扎？欢迎关子仔，不扎好看，不扎他乱飞呀，他的头发。欢迎温某，不扎他都好，就这样吧。扎起来吧，就这样吧。欢迎浪人，扎头发的扣个一，不扎的扣个二。咱们扎头发扣个一行吗？咱们要扎头发扣个一，扎头发扣个一。他的跳舞最厉害，还行吧，还行。像威尼斯的心，可能这段时间直播呀跳舞呀有点太上头了，然后导致我身体都不太好，老是动不动就生病了。看我视频肚脐好看没？露肚脐二都扣二，我都忘记了我是说扎头发还是扎头发扣一还是扎头发扣二，我都忘记了。欢迎柳无极，咱们有加灯牌加一下灯牌啊，咱们没有加灯牌的朋友加一下灯牌。小某人，小某人，对啊，我明天打算去一趟去一趟那个就是风景比较好的地方，明天去走一走散散心吧，散一散心，然后等我散心完回来，我们小号就开干，我们小号就加油。谢谢遇见，谢谢西西，我们小号就加油。
什么光花的纸鹤，谢谢。西湖，西湖我去过好多次了，我拍摄今天都去了湘湖。我今天拍的这条视频就是去的湘湖拍的，然后今天好多人在那野炊，带自己的猫猫狗狗，然后三三两两的在那野炊吃东西啊，打牌啊啥的。天气好今天，但是我们要就是我们出行现在要提供核酸，我今天才刚去做核酸，我没有做那个核酸，这几天不是都在前几天一直在家直播吗？我出门差点回不了家了，因为核酸没有要什么48个小时还是24个小时核酸报告，我今天才去做，先静观其变。先玫瑰，我这个号送不了礼物，没事你换个号呗，换个能送的，换个能送的号啊。欢迎长风，谢谢关注。然后今天我想着说，前两天嘛人不舒服了，但今天没有不舒服了，也休息的差不多了，播一天吧，再不播大家，哎，又把我忘了。我今天刚从医院回来，你咋了？你咋的了？你做核酸吗？谢李先生。先理先，我有一个好玩的东西。你们送我比心，比心。送我一个比心，是不是有一个比心的礼物？你们送我一个比心，我就送你们一个比心。你爸住院了啊，要注意身体哦，好好照顾你爸，祝你爸早日康复。早日康复。不过人我也老是生病，光花珍宝身体看着很强壮，我得亏是跳舞，我身体能好点，我要是不跳舞估计我就跟那个林黛玉一样，特别特别的脆弱。所以说咱们还是要多运动啊，咱们平时啊，就有的朋友不太运动的还是要运动一下。我就是可能跳舞身体好一点，但我还是隔三差五都生病。然后我直播间呢很多粉丝让我去检查一下，我都懒得去检查了，我都管他了，我心里想就这样吧。欢迎小90330。先回首个比心。对，生命在于运动。我其实你说珍宝也经常的锻炼啥的，但我还是隔三差五就要么感冒了，要么头痛了，头痛然后就吐，我的胃不太好，肠胃不好。像我们遇见我不按时吃饭我就难受了，我稍微不按时吃饭我的胃就很难受，然后就会吐。哪本来你就好瘦，其实长胖一点好，我胖了，我90斤了现在。谢我遇见送来的心，我长胖了，现在我怎么经常休息啊？因为一个大哥跟我说，哎，也不是大哥吧，我的老哥老粉儿跟我说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不要用身体去赚钱，要自己的身体健康赚钱。我其实也想每天坚持直播的，但人难受的时候真的没办法播。跳舞和运动一样累，是啊。谢谢渔火间的心，咱们加油，我们点赞到20000，给大家跳一个舞。第一次看小珍，喜欢看踢踏舞，好，谢谢。欢迎秋好，保重身体要紧，是的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
身体好了，什么都有。嗯，那是在快看你拍摄直播，好瘦呀！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瘦，光花，就是去年我做户外的时候我最瘦，因为做户外真的太消耗体力了，所以想瘦去户。我如果真的想瘦，我都去户外跳舞，我只要跳上一个礼拜，我准瘦。我那时候82斤，82，我现在90斤，我等于胖了8斤啊！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瘦过。谢谢小猪波送来甜筒，感谢我们亲哥的香。谢谢阿大爷灯牌，感谢一路狂奔，谢谢青山浊酒灯牌。欢迎卢宝儿，想看跳舞多点赞。行，咱们多点赞。在咸阳吗？哦，我看了，就是路人给我拍的，第三视角给我拍的，我才知道我原来我那么瘦。我说我这个是我吗？这么瘦呢？嗯，但我现在的确胖了，乖乖。我之前我的锁骨，可能咱的锁骨就坐这都有，现在得凹一下。欢迎刘文君，欢迎想停的夜，欢迎阿三。咱们家有点点赞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家有点赞，一会儿再给大家跳舞。然后我们小号啊，铁们，咱们小号现在我不知道其他铁的们有没有注意，我们小号已经2000多粉丝了啊。一开始是直播拉的粉丝，拉了800多吧，然后发了有条视频，点赞量挺高的，然后给我涨了1000多粉丝，然后当时我们那小号就可以用了。我也看了超美，瘦死瘦，皮肤长痘了。嗯，我这个痘前两天长的，一直没下去，然后这两天又吃了点烧烤。且笨鸟也不飞，送来灯牌。我的身家数几连，穿的太少女了，所以今天我就穿的这件衣服出门的。我今天就穿这件衣服出去的。我的爱厉害了，小粉小号涨粉好快。我就是那天去拍古风，然后那天又下雨，拍的那条视频发在小号的那条视频，就那天拍淋雨了，把我弄得有点感冒，所以这两天我不是没直播吗？就拍那条视频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一条好的视频真的花费了挺多心思的。那天我的摄像还说想让我在雨里面跳，我说算了，我要是前两年的身体我跳那可以，我这两年的身体不太好了。欢迎初心，欢迎哇塞，回头率超高。你说我今天穿了个外套呢，我这样出门我可有点不敢。晚上好，五一快乐！五一快乐，五一快乐！给你变个魔术，这个吗？你数3、2、1，然后对着我的手吹一口气，好，深情的吹口气，3、2、1，吹口气，一，我也是这个，我都猜到了，送你一个比心。今天我们包子的大啤酒，我玩个什么？整个啥？整个啥？你说呗。你有条件你说。是舞蹈局还是体罚局？我都行了呀。坐。我想想，我输了我就丢个东西转圈圈吧，因为我今天穿了个小裙子，还挺漂亮的。我要是如果输了，我就丢个东西，然后我就转圈圈，然后闭上眼睛转圈圈，然后我再捡。好，那我要不然蛙跳吧，好吧？你穿裙子可以蛙跳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个长裙没关系。啊，行，可以、嗯，可以。好。嗯，那我们中间还玩吗？中间不玩了吧？好的。就这一把吗？还是重新连呀？
就这把吧。好，谢我们遇见心，好嘞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那我们又开始啊。这边跳舞好像不好看呀，兄弟们，是吧？感觉哇塞，谢谢。穿裙子，长裙，她穿的好女人呀，跳蛙跳应该不错。兄弟们，把这局拿下，咱们看蛙跳行吗？珍宝转圈，说实话没什么好看的。感谢我们回首哥的亲亲，谢谢我们遇见的心啊，我们哎珍宝的朋友，咱们一人一票，珍宝出道，感谢我临时卡送来五月你好，五月你好，感谢我们回首哥的安妮啊。才会把我气，谢某光花，谢光花，光花，光花，你这会儿在家里吗？哎，你们五一有没有五一都要上班的朋友啊？还是五一大家都放假了？感谢我们小主播送来的劳模。欢迎哇塞，欢迎陆哥，欢迎萌凤林赏花，欢迎玩一玩。欢迎光自在，光自在，你的灯牌灭了，可以亮一下吗？铁，可以亮一下珍宝的灯牌吗？咱们没有加灯牌，都加一加啊，加一加。感谢我们威尼斯送来的欢乐气球。我看这个五一有一个什么活动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就是那个威尼斯你送的什么气球，什么东西的。哦吼，我那天比赛的才艺主播比赛的没了。像猛光花送来的比心，在家里，你妈在医院，你不是爸爸在医院吗？光花，你好好照顾照顾照顾你照顾你爸，肯定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，好好人一生平安。欢迎我们战警，欢迎大老猫，欢迎回忆曾经。欢迎郑轩，照顾，照顾，辛苦。还有四十秒钟，我们还有四十秒，谢谢我们遇见送来的心。我们加油，说说塔，我的喇叭呢？对面追上来了，我们爱珍宝的朋友，咱们有小礼物，咱们再众筹一下，能众筹的咱们众筹，谢我们家战警，感谢，谢我们战警的花开浪漫。还有十秒，对面又追上来了，铁子们再追一波，再追一波，还有六秒钟，感谢我们威尼斯六六 P。还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了啊妈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还气死我了！哎，咱们就差一点，咱们总是离成功就差一点点。为什么每次要让我受这个折磨，让我受这个受挫？谢谢，感谢我们。战警啊，像我们战警的花开浪漫，五一活动很多，比如买家电有优惠，是吗？我还买了个吸尘器呢，这两天，因为我家毛掉毛太厉害了。谢花飞花，谢我光花，谢威尼斯，太遗憾了，真的是。休想先了解一下，离胜利就擦肩而过，行吧？那看珍宝转圈嘛，接着转个圈，送给咪咪。希望喜欢，送给大家。我看你们是转圈是找东西还是直接转呀？丢个什么纸条啊啥的转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嗯。揉一个纸团，然后给它丢了。嗯。我的妈！
你还不头晕呀、啊、挺厉害。头晕。好，那我们就撤了啊、哦。找到了。嗯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哎妈呀，我又想吐了，我这一转圈我就想吐。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咱们没有加灯牌的朋友，加一下珍宝的灯牌啊！没有加灯牌的，咱们加下灯牌。谢谢东城西右的关注。哎呀，我接一下，我再接一下。晚上好，真真。Hello， 宝儿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好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数三，我数三二一。你吹一口气，好，好，三，我还没数，好好好，迫不及待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激动，三，听我口令，二，一，哇哦，比心，五一快乐，天啊，这个心。心送到了我的心坎里了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好幼稚啊、嗯、我太幼稚了，没有啊，很可爱。今天我们俩穿的好搭啊，我是绿树，你是那个春天里的小花花。嗯，我这个是碎花，碎花裙。对、啊、我也是，我是那种绿色的。因为我们俩都很春天的感觉，这两天天气很好，每个人都叫宝儿、嗯、对，你们也是我的宝儿。那我们这样，你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吗？嗯，我没有吧，嗯，我想一下，我先想一下。嗯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，我们如我们既然跟这花有关，咱们用花造句吧，造成语，然后一边做小前蹲，然后一边用花造十个成语，这样子。嗯嗯，都是成语是吗？只要有花的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花就行。好、嗯、可以可以可以。是结束了吗？结束的时候，结尾的惩罚，做深蹲，对，结尾，啊，前一个深蹲，就是、蹲一个深蹲，然后一个成语，对吗？就是一直保持做深蹲，就是浅蹲嘛，就是一直蹲起蹲起，然后一边要说出十个成语，直到你说完就不用做蹲了。啊，好的，嗯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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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中间玩 吗？中间的话，你想玩吗？可以啊，都行。中间的话就。就谁分手谁离开屏幕吧。离开屏幕啊，拖出镜啊，好。对，出镜。好，我重新连你一下、啊。OK、嗯。好的。大家一起中出来，稍等，我再连回去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。嗯？我在这里。欢迎另外，咱们没有加灯牌的朋友加一下灯牌啊！好，好，开始喽、嗯！好的，来吧。再保护珍宝一局啊！咱们再努力一局。上一把我们完美的，不，我们稍有遗憾的错过了成功。这把希望我们呢？成功，谢谢猛光花比心，谢谢我们临时卡摸摸，感谢回首哥的直播，谢谢火的灯牌。翻着让我来，跟随自己的梦想和坚定的模样。谢谢米老鼠的心。欢迎佛系小熊仔，咱们有加灯牌的加灯牌啊！我要离开了。
one, yeah。回来了，谢谢 Sky 爱明送来啤酒，感谢我们光花救我一下。是的，我又都我在这儿呢，我搁这儿呢。喜欢这么尔加一下灯牌啊，我们加一下灯牌，加一下可爱的灯牌。哦，我要走了，加油，我也要离开你们啦。我又回来了，还有这在遛我玩呢。感谢回首哥的比心，欢迎帐城风味归零，还有水，欢迎骑摩托车的白羊，欢迎帐城风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朋友，欢迎富的流油。好，我要离开了。谢守护七九五送来胡桃夹子，感谢，感谢我们胡桃夹子，哦不对，谢谢我们七九五，谢谢我们守护七九五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哦，太帅了。谢谢给大家感谢一下，感谢一下我们守护七九五，感谢大哥，给珍宝超了那么多分儿啊，但我们小心啊，不要被偷塔了。欢迎青海湾 KTV， 欢迎钓鱼人。这局打得好和谐，大家一起努力众筹一把。结局不知道和不和谐。你是抖音太好啊。你是太好了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欢迎，收收塔，我们收收塔，谢谢威尼斯，感谢，好，谢谢我们抖音太好了。你怎么改？你为什么改名字了？哦，我关注你了。我赢了。哦，对，我记得你，我记得你，你怎咋改名字了呢？拿下，感谢一下，谢谢我们守护七九五啊！但是之前来看过珍宝，支持过珍宝的一个歌叫《抖音太好了》，我记得你。谢回首歌，谢谢我们花非花，行。本场大赛我们荣获第二名，非常不错。记得我吗？啊，起码我们还是前三，好吧 ？Hello， 真真。哎，我在。好嘞，来，我给你，来，我们说花的啊。花的。我有守护的人，花开富贵，花好月圆，不介意再守护一个。花开不败，花花世界，面如桃花，几五个了吧？家人们跟我一起来说花的成语，五个了，还有什么花？我突然想不起来了。花前月下。对，花前月下。花容似。花容月貌，还有什么花？还有三个，钱不够花。花言巧语，花心大萝卜，花言巧语要成语，你们这些人还差两个，还差两个。花貌美如花，风花雪月，是的，完美，是，厉害厉害，再见，不要再见，七九五。还行吧，十个也不是很长。给我跳个舞送给你。
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真真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先出去了，那你玩得开心。好好好，好，下次再玩，好，拜拜。嗯、好的，拜、嗯，谢谢。欢迎。这样跳个舞吧，我是打算跳个舞送给守护七九五。守护七九五说他有守护了，他守护的是七九五，但没有关系，七九五啊。不介意再守护一个主播，我不介意，我不介意你有守护的人，我真的不介意，因为没有人规定一个人只能守护一个主播，对不对？